今日龙应之九轮游魂。风波数日，我母兄竖起周垂一地灌修天的勇。朝平不动声，英雄指点红丸所谓药汤，骗孙大夫拢无办法找到伊滴药方。是一线生，伊脑昏晕，也无办法找到药方，那就麻烦了。看来只能如他信中所言，先去找万机医天不高这名医，若无伊滴。至少也要先压下凶势。关秀天，我回来了，请取这包药方，看是否能将你压制严重。不仅停顿用力三日，我母兄这个危机。游轮天，一粒九药是恁白露神魂的开端。毒蛇之人，红科兵士，前为宿命。第一，恁是第一个攻过这种危人；第二，恁将无同意列位。是你讲话吧，试试。好。要第三，谁敢当冠秀天，便是新秀一出。我自信，无心，此何此人当头？好。太严，不进则退。哦，不进。金星人，枪盾回旋不离开，剑锋高，修金迎交直接来。矛盾哦，好，哼，哦，任天究竟不测，隐形天师见其色，同时就中，我兄。来来好，好，你像好，一击之怒，我母兄如意下风，一捧冠秀天。兄弟唯有开天，同灵如意，但自心之上难以防护，唯有。哦。迎剑金风，夜我一双剑开天，再招独步心中，迎客铁定。哈哈哈哈哈哈！天君，众怒之物，如何令为金殿吧？有行动！哦，五步，天之兵，如非英雄之星，披混沌之力，合卡不之位，雄狮之神。小金鹰，
雄队郭楚虎兄兵力以金银相将忽悠忽悠与外公有些赌力哦啊真容易吗当你准备好我会再顺利一回但是这一张信条我要亲眼接获了这箱进攻一关游戏结束了文武兄用将剑西霸桥又红安心危险之时剑少东游虎兄促进一道信仰流光来到我不可公要我怎样的回修西线回去吧哼再进不离替金教金西子技术地路